上来看一下，这都是主人的过去，这个是土炕，还有背篓，木头的，里面中间的位置是客厅，两边都是一些厢房，主人的，这个是厨房。这个是客厅的位置，客厅中间有八仙桌，下边是烤火的地方，堆起来一个灶，两条板凳可以烤火，冬季山区还是比较冷的，在客厅里面烤烤火也行。原来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流，现在已经干枯了，这个边上是当地人的梯田，跟着青石板台阶爬上去，从前边再下去，为这条干枯的河道把村庄分开了，下边也是村庄，下边是小的四合院青瓦房，晒太阳。这里面还有没有住户？我刚才在里面走了好远，好像没人，我在外面是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家就是我刚才去的，这些土房子全部是依着山势而建，一家压着一家。这是我刚才去的那户，这是第二个台阶，上面还有，都是要用这种小石板连接，底座全部是用青石堆砌的。都没人了，都站在上面俯瞰一下吧，安全。在山上看，整个村庄规模挺大，一家压着一家，一直到半山腰的位置。这些房子里面不是重土夯筑的，里面加了好多这种石，基本上每户都是这样。从这边上下去，都是这种半米宽的青石台阶。迷路了，这边可以走，上面的房子。我有预感，这边有条狗。对，大洋槐树底下，那有个山西大槐树，等于说四川，不是个大槐树，就山西大槐树吗？哦，四川的大杨树是吧？杨槐树。等于说你们都是从那个先到湖北去四川，然后从那，我不出来，谢谢、啊。再从四川那个大杨树，一路迁徙到这个地方，然后陇南，整个陇南基本上都是那个四川人，是吧？对。哦。那确实烂摊一家连一户的，烂摊就是说的。对，我是看网上说是都是从那湖北孝感麻城，总共过来了八户。说孝感，我们这不算个孝感。孝感。我们是四川。四川这边离四川已经很近了，这。对，紧挨着四川，翻个山可能到了，是吧？现在山上就住了十几个老人。嗯啊。我看后面还有人，就是你，养条狗是吧？嗯。那家是吧？养只狗。对。是来这边也不容易啊，这边。嗯，好着。要是从这边这下去是哪里？碧口。我沿着那个小。我翻上去就四川了。等于说现在从这个路跟着这个省道下去到了广元的那个姚渡是吧？对。那等于说离碧口还远，还要翻个山。啊，翻上去三十里路就到。30里路，30公里。就单子去60里路。对，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，等于说就是和四川边界了，这四川边界，对，这就对了，对。干什么？碧口是文下馆吗？是文下馆吗？对。嗯，县要过姚渡，等于咱这行就叫四川，算上去才到。就说这条路就到姚渡比较近。啊，对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60。对，30公里。那边。对。哎，对这边。好，谢谢。简单和这边的人聊了一下，刚才聊了好久，我才发现没有开相机，说了半天，他们说是最早可能就是从湖北
孝感一带，慢慢到四川，再从四川到了这个地方，在四川的大概方位，在一个大杨树底下，不是山西的大槐树，是四川的一个大概方位，大杨树下，基本上就从那个地方迁徙来的。这边基本上陇南都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。这边距离尧渡特别近，距离广元。刚才聊了热火朝天，聊了半天，好多迷路上。下山的路，下去之后绕过去，那边有一棵菩提树，这应该就是那棵张姓族长从南方带过来的菩提树，几百年了，特别的粗壮。下边还有一个碾盘，刚才过来的村庄是比较原生态的，这边已经整修过了，是房子依然保存的比较好，这些已经翻新过了，已经保护起来了。上去看一看，这些正在翻新。像这种土房子，如果不住人，可能一两年时间就会塌掉，没人维护，这样挺好的。我上次去的甘肃文县的八八沟古村落，现在也在加固。这门槛也太高了，他们的门都是侧门。这边也在维护，这家保护存的还是比较好的。看一下客厅，这个桌子看起来老，这是供桌，客厅的位置都会有一个火炉的位置，烧水烤火，形制是一模一样和下边。他们都吃饭了，我也饿了。这个是小的石磨，上边还有雕刻的花纹，看。两边各有用石头砌成的台阶，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，至少有2米。这是下边的房间。哎呀，六百是吧？米饭。米饭。太香了，看起来。嗯，形制都一样，这是房梁，房梁是个拱形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应该过去有一间非常大的房间，不是下去之后有两个台阶下到下边出门。我不敢走，我害怕塌掉，敢走不？看一下，全是木头的。这是二楼，看这个形制，过去这个二楼还是有火炕的，这是木板下边怎么设计的？是有护栏的，赶紧拍摄一下，可能再过几个月全部就翻新了。这是最原始的状态，这边应该也是加固过的，这些房顶已经全部揭掉了，这是木框架还在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来到了甘肃省大山深处的张坝古村落，简单逛了一下，保存挺好的，整个古村落。这边在翻新，但是还可以看见对面那个山上是住人的，所以没有翻新，这边都可以逛。咱们下个视频见吧，拜拜各位。还得走6公里到那个镇上去，拜拜各位。